这里是哪里呢？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，今天要干嘛呢？让我们进去瞧瞧。看来有人先到了，把雪橇骑走了。等待雪橇从停机坪下来。芝麻开门。没错，圣诞老公公要来了，到底降落谁家呢？让我们看下去。是你，是你。哈哈哈，开个玩笑，别紧张，专业老公公都在这里。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加速快转。各位观众，郑重宣布，圣诞高手就是天使高歌第三名陈志扬，第二名张怀俊，第一名曲乐。圣诞老人进城，第三名杨成军，第二名郑文馨，第一名黄鸿雁。圣诞高手第一名谢承俊，人气王超高人气谢敏燕1504个赞。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还有还有哦，评审特别奖 Q 妹这一组，最佳可爱奖。感谢大家参与一起玩，恭喜得奖者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